乘礼车来到我们星光大道的是谁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要欢迎到的是以第九节课入围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的王瑜萍，以及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的杨晨。王瑜萍饰演陈浩森的同学哦，被评审大赞表演精准内敛，一出场呢就展现到极致。而杨晨生动诠释出被霸凌又必须要融入群体中的矛盾，喜感跟写实表演间的转换得宜哦。我们来看看昌县的派对区有哪些嘉宾喽。在我身旁的就是瑜萍跟杨晨了。哇，瑜萍本人非常甜美呢，但我看到你的戏吼，常常都是演一些比较黑暗啊、比较可怜或者心思很复杂的角色。但听说你私下很搞笑，要不要趁这个机会跟导演喊话一下，想要演喜剧吗？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喜剧，我可以演任何的戏。那你真的很好笑吗？问杨晨，觉得我好笑？杨晨他好笑吗？非常好笑，非常好笑，谢谢，非常好笑。杨晨你有潜力哦，好棒哦。杨晨你拍过好多广告，然后这次是以这个演员的身份，而且还诠释一个很高难度被霸凌的学弟。哎，跟女神对戏会不会特别紧张啊？很紧张，就是眼睛不知道看哪里，对不对？没错，然后要一直告诉自己非常专心，要专注在角色里面，不然就是一个瞬间会哦。怎么这么漂亮？然后突然就被拉走，这样是不是？但表现得真的很好，两位祝福你们都有很好的运气。里面请，哎，昌县瓦利亚哦，哎，来来来。